大家好，我是小雨哦。网吧大神饮料哥半夜打电话跟我说他没钱吃饭了，我这会儿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现在凌晨1点，然后这个连那路帐篷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了，都回去睡觉了。黄总，小黄把个沙发搬这来，这以前是饮料哥经常睡觉的地方。刚刚在跟朋友吃饭，然后给饮料哥打包了一些羊肉串、土豆，这也得50-60块。他们还在喝，我就先过来了。先去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咱们住的这个是东莞10块钱一天的临时房，饮料哥住的是4楼，这后边喝醉了没有？饮料哥，吃饭了没有？屁难事，你给我买包烟，哎，没钱了。边吃边聊，这个羊肉串什么的还趁热吃，凉了不好吃了。我在跟他们吃饭，他们晚上因为我都没喝，你今天没喝饮料吧？我靠，没有，这里又多了一个瓶子。行了，先吃吧，先吃吧。这个不知道是啥，然后饮料又搞了一瓶白的。你这个床头这个饭盒是啥？昨天的，昨天的就是早餐饼是吧？这个你就先不吃嘛，先把这个土豆羊肉串吃了嘛。我就先溜了，你就陪你朋友吧，我先溜了，明天再过来找你啊。他刚才喝懵了。哎，感觉不好搞，话还没聊完呢，又喝上了。他正好是他隔壁宿舍的老铁，过来找他喝饮料了。本来想跟他谈一会儿的，这会儿有点乱，不想说什么。陪小黄吧，给小黄带了一块骨头回来了。感觉有时候跟狗子相处比较宁静吧。打交道最近真的累了。这个是给一哥带的，给小黄也吃一点。一哥，给你带骨头回来了。晚安喽，一哥。摇头晃脑的。握手，不要一惊一乍的，坐下，坐下。